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大帅，欢迎大家本期视频。那么这一次呢，邀请了国服 S 一舞女大海哥来教咱们玩舞女。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军工厂舞女的大房牵制，这个点是基本上监管者通常会来的点。一般这个位置因为开局图刷在大门嘛，然后我们就先往大房这个外面这个板子这里放一个阵。好。屠夫过来踩的话，可以直接去接这边的窗子接个板子。这里是加速接啊，减速加加速。这个盒子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吗？这个不是固定的，这个主要是看屠夫距离自己的身位。好。滑。接下来就到了，哎，刚想说，哎，还行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舞女在军工厂的一个基础牵制流程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根据大海哥的一个牵制来为大家进行毒奶解说。来，镜头给到舞女。第一个点啊，大家可以注意到，这个点是一个可以抄作业的点，是一个公式化的点。舞女在这边一定是在这个点位放八音盒板子拍掉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点非常的强，监管者不踩，这里是起步可以绕两圈。然后大房这块板子的话呢，一般来说因为本身有这边的一个八音盒支持了，可以选择不下。哎，这边选择直接拉开。好，再拍加速八音盒来拼操作。这里监管者和舞女都在耍心眼子。那这波博弈的话是监管者这边小胜一筹，对于舞女来讲，现在一个滑步进到刚才这边的强势点，手里面还有一个八音盒，监管者只要不踩这边的减速板和八音盒，这个点还是非常具有操作性的。就可以看到围绕着这个点可以做出非常多的文章，再加上大房这边还有一块板子，哎，闪现被飞轮躲掉，完了，这个闪现一旦被飞轮躲掉，好，这个点堪称无敌。也就是说，现在，哎，干啥呀，大哥？没事，我溜子，挺好，非常的有节目效果，名不虚传呀，大帅。我觉得溜很好呀，这个，但是一般这个点会拉出去吗，大海哥？因为我看到它是封窗了嘛，就是在那个位置看到它是封窗了，就是大房不一定好绕了啊，所以说拉出去，然后但是一般情况下会折回来，对吗？对对对，就是只要我第一块板子第一个八音盒的那块板子没有被处理掉，那个点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点。因为我刚刚看到其实它闪现空了以后，我感觉这个点真的会成为一个无敌点，是就是很具有操作性，只是可惜在操作层面上面没有拉满，对吗？是的。但这个应该是已经打出了就是这个公式的基本上的一个节奏感了，完整的流程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我如果看了我也会了。好的，那么看是看会了，现在是大帅的一个实操时间。好，哎，这个点的话可以拉过去放。好，对，就放在这个板。好，你还想打我？那我这两个滑步要是不水的话，在这里放一个行吗？可以，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是先拉去另外一个啊，因为屠夫一直在跟着你，这样的话减少自己。然后还是回到这个点，只要这个点不被破，就这个点继续绕。然后可以再换一个加速。啊，好。可以直接放，我好像有点来不及。那现在放来得及吗？这样放得行吗？他如果踩了就可以转的，不踩的话你就继续。好好好。
有用。哎，兵书闪现了，可以。那么套用公式呢，我感觉自己也会溜了。当然咱们这个公式呢有一个变数，就是刷点的不同，第一个八音盒的释放位置是有所不同的。公式学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已经够了。就是刷的如果太远的话呢，就放近点的板子，就像哎，就像这个点，对吧？对，这种点刷的太里面了，你可以放在那个，就是啊，就直接如果说刷点靠左边这个，好，好，板子也是直接拍掉，在这里等他。哎，时候表演真正的出来，实在是太下饭了，大海哥看不下去了，自己又来给我演示了。好，镜头给到大海哥啊，第一个点位啊，就在目前可以看到的这块板子地方，一个减速八音盒下去以后，第一时间可以准备切加速啊，这个加速八音盒就是用来对于后续的一个牵制做准备的啊，这个是，当然这个是国服 S15 女她的一个个人习惯啊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想要学舞女的可以参考，这边再加一个加速盒，然后利用一个滑步直接出窗，板子这边等你，板子拍掉。好，现在的话这边的阵就慢慢已经建立起来了，大家可以看到监管者这边的话呢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再加一个减速加速把音阵翻，监管者是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踹这个盒子的，因为一旦踹盒子就会面临着什么呢，舞女的转点，没有机会起这一刀。好，板子继续不下，当然这块板子的话对于新手来讲啊，直接下掉可能会更好一点。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争取一个牵制上限，这一波的一个板子就可以留着。好了，闪现已经好了，这里守夜人确实没什么机会起跳过来，可能要闪现开刀了。整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围绕着盒子来进行的一个牵制啊，非常非常的有点无奈，对于手艺人来讲，闪现震慑好，最终是安逸抓到了一个，可能整局就这一个机会点他打到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教学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，感谢大海哥和安逸的鼎力相助，帮我完成了这样一期视频。大家如果还想看其他教学类型的话呢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